虽然外界频频猜测，但对生男生女的传闻，陈妍希都不愿多做回应。但日前有消息指出，确认陈妍希腹中怀的是男宝宝，预产期在明年二月初，有望生下水瓶座的小王子。而对此爆料，陈妍希经纪人则表示不回应艺人私事，谢谢大家关心。早前怀有七个多月身孕的陈妍希，购物时被发现添购粉色的婴儿衣物，引来外界猜测女神怀的是女娃。如今又有消息称是男娃，也着实让一众网友有些凌乱。据悉，陈妍希、陈晓因合拍《神雕侠侣》结缘，进而交往。两人今年七月在北京完婚，并同步宣布女方怀孕，可谓是双喜临门。婚后两人频频合体亮相，蜜里调油的样子，超级令人羡慕。